疫苗通行證禮拜四起實施，進入食肆、商場等嘅處所，除咗需要掃安心出行，亦都需要接種至少一劑嘅疫苗。政府話，若果美容院、健身中心日後重新開放，場所負責人需要同食肆一樣主動查核。因為呢啲場所咧，一般都可能係比較密封啦，有唔少都可能有時係需要除口罩進行一啲工作啦，同埋咧，亦都多數個處所負責人係有能力，亦都有辦法咧，係可以做到頭先講主動查核。如果喺嗰一種嘅情景底下咧，係我哋考慮到咧，因為可能咧都仍然係開門嘅時候係可能人比較多啲，或者係一個短時間內會比較多人，咁可能要做一個反掃嘅工作咧，那個工作會對個處所有一定嘅難度。